的那个宽排线从这里面穿进去，然后从这槽放的滚轮那些，然后前进，然后切子，然后呢，然后呢，我现在上面设的是110的长度，然后呢排线已经穿进去了啊，这就是你们的排线，然后直接按启动，它就自动送，自动去切，看到没有，自动送，自动去切。然后现在按停止，把那些整理一下，拿出来，切好的都在这儿了啊、哦、这个好简单，切出来的都是一样，看都是一样的啊、哦、没有任何问题，哎，这都是的，这个最宽的这排线就用这个机器去切就行了， OK。